满冠军，太棒太棒，你看这不就是自己的家嘛？对，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五股的那个家具街，对，非常有名的建案啊，家具都很多。小抠嘛。我们今天怎么有点像小优啊？对，好吧，又有人来，又有人来，进来，在地人啊，彩飞，你们两个都在这边，没有，来这边看一看家具，你们是来看家具，对，我是来卖家具，干嘛？你有什么？为什么卖新房子啊？对，又有人来了，进来，大家好，我是张学友，来这边。怎么有人来了？太好了！今天很巧，大家可以在这边见面。哇，今天心情特好，心情特好。来，哇，怎么那么可怕？哇，好可怕！你眼睛长这里啊？你没有看到你就会惊讶。各位冠军特务，你们好。你们所在的位置是五谷，请你要找到坐桌椅床并符合生肖的人，每队各选六组生肖，将依照你们队中的组数核发奖金。由于上一期无人队中头奖，本期头奖累计金额上看47万，所有参加幸运彩的特务将不给付薪水。本期若没人中头奖，将会累积到下一期。本次任务总部将会提供嫁祸卡供特务们使用，由于经费问题只有一个，请两队好好争取。坐桌椅床，艳福呢？妹妹呢？那还有两个男生跑哪去了？还有两个男生呢？我们在动啊！哎，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两个在干嘛？你们讲干嘛？你们在不好干什么东西啊？嫁祸卡在床头哎！啊，这是嫁祸卡，我是潜规则吧？嫁祸卡，多年了，不要讲出来。天府身上有一股莫名的香味，但是我想那个香味是我喜欢的。好了，刺激的啊！等一下，我们两个比换衣服的游戏，以前都有玩过，好，等下盖棉被，然后把身上的所有配件交换，包括头饰、衣服。裤子、袜子、红蓝要三色，还有袜子啊！我们会计时一分钟，然后看谁交换的完整度、完成度比较高，就可以拿到嫁祸卡，还可以先选出生肖。OK， 蓝队先来，来，预备。袜子，好，来，袜子没有得分，裤子得分了，裤子有得分，两分，衣服这样算没得分，这是做一半，我们蓝队获得三分啦，头套是一分，两个裤子各一分，所以总共是三分 ，OK， 加油啊，三分就好了哈，好，需要就是，好，预备。躺低一点，我们来算分数。先处理红哥。袜子一分，裤子一分，两分。这衣服不行，了。头套拿的是老兵的那一群。红哥获得三分，耶！好，袜子一分，四分喽。裤子一分，裤子没有三分，没有真的。那开头环节没错。眼罩一分。6-3大获全胜！
队是我们今天红队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先选姓那个生肖，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大家都会想要抢生龙宝宝，龙子最多，你蛇嘛，对不对？好，蛇。大龙小龙，你们是兔子，对，那我们再选一个兔子好了。我是羊啊，你是羊，可以羊，那我来羊，羊也羊，不要有老虎，老虎进去，老虎进去，老虎年那年生育率可能是最低的。马到成功了，马到成功了。你会希望女孩子属猪吗？猪是顺利吗？哎，会啊会啊，猪是顺利，那就留给你们好了，好不好？哈哈哈哈哈。鸡啊，鸡什么？搞 key 鸡 ，key 鸡，对对对，兔、鸡、马。龙，那龙子最多了。羊、蛇，好，那其他的就是我们蓝队了。冠军任务，一决胜负，出发，出发。好，我来简单讲一下规则。今天这六个生肖里面呢，我们要问人家现在要干嘛。问了之后呢，他在这个执行任务的同时呢，在这个中间坐到桌子、椅子或是床，甚至他靠着跟你聊天，算吗？围坐也算。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倒了游览车的人，里面我们只能抓两个人。对不对？那两个人里面，我们就看他们有没有这六个生肖。如果六个生肖的话呢，那我们就中。交通工具类不算。哦。哎，前面有一对，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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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看过我们节目，我们是冠军任务。有有有。大哥，大哥，对。那大哥，请问你今年啊，不能问你今年。请问你贵姓？姓陈。我姓周。在这一带上班应该很多年了吧？很多年了，很多年，怎么样？怎么样？有点想法，有点想法。你不觉得那个大哥长得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刚才那个里面的生肖其中一种？啊？猴。哦。哦。我说了什么？所以你觉得他是？我问他，不管他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只要有做，我们就有机会。好，陈大哥，你好，我们即将乱入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请问你们现在要干嘛？你们在洗火车，洗火车。现在几点钟要洗火车？才洗个八节，就明天了。骑火车，那我们四个人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参与吗？就帮你们一起洗。我们来问老门主任看看。好，问一下主任。对对对。你把那个你的联络资料留给他们，然后我们到现场那边去。那你在路上的时候，你跟主任那个讲一下。啊，我跟你们，我们跟我们帮忙就对了啦，好不好？我们帮忙。骑火车。哎，这出来这家去吃饭，而且年龄层好像是阿尼基啊，在大部分都是主管，阿尼基最上线。跟他们去吃可能是日本料理，是议员呐，啊，压力好大。议员啊，那个是那个谁啊，议员呐，议员吗？那处理一下吗？处理一下啊，处理一下。一定要为您服务嘛，不然他们有没有空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陈明大哥你好。哎，我们是冠军任务，我们现在录冠军任务。我们的节目就是你们要做什么事，我们就陪你们去做什么事。哦，真的吗？不会打扰到你。不要说。然后呢，我们任务完之后，我们会问你几个问题，就这样而已。陈明义大哥，我们即将要乱入你们的生活，请问现在要干嘛？吃饭。那我们陪你们去吃饭。那我们跟你们坐不同桌，因为你们可能要开会什么。我就在旁边，没问题。起来。耶！好，你吃饭，你吃饭，走走走走。好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已经到了这个铁轨这边了，洗车的地方。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哦，首先各位刚刚做得很好，你看都没有超过这条线。哦，局限。哦，对对对。主要在局限里面。在局限里面。对对对对对。又安全。然后我们要做的是往后看，就是那一辆车，那一列车。哎，那个是什么号？普悠玛。普悠玛。现在最夯的车子。最夯的普悠玛。各位等一下，先坐里面坐好。对。我们再来去坐外面。好。加油。对，好，加油，谢谢。马上开始。这边哦，哇，这个就是驾驶舱啊！对啊，哇，通常坐火车，我们坐最多坐到第一排，没有坐到第一排的，在更前面的第一排。哇，这个就是驾驶那个正驾驶平常坐的地方。正驾驶对。然后那个是副驾驶。对。哇塞，你看一下，你看这边好多仪器哦。水换的。有没有？好多仪器哦，然后这个还有拉杆啊什么。那我想问一下，那既然这个驾驶舱第一个如果要清洗的话，都会先清哪里？
第一个我们是由上而下，由上而下，用油漆刷叫是油漆刷，油漆刷主要是刷灰尘啊。哎，对，灰尘像这个有这个冷气，哎，这冷气口不是冷气，冷气口哦，冷气口，哎，然后这边刷下来，然后这边刷下来，哎，对，我放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干布。对对对。驾驶的驾驶舱地方是不是比较少用水越好，对不对？答对了，这个都是缝，它的细缝而已，对，细缝而已哈。那荧幕板。然后这是时速，哦，压力表，对对对，压力表。那这个椅子的部分，我去看看，我去试试看它椅子的有没有。哦，不行，不够软。那不行的，那不行。对，张总，你就帮他拍一拍。所以也不能说。怕他这个沙发垫有没有不够软？没有没有，不行，不行，开玩笑的。好，可以。对，来下去，不是这样。嗯。哦，往内拨，哎，这样朝下去。啊，往内拨的同时要顺外面。对，在推里面。这样这样朝。好。对，这样对，这样对。扫这边，哎。下面椅子要扫。推里面，哎。然后再推。对，要转过去。哎，他们快要扫完了。扫一个。哎，机器波没有，没有怎样落伞呢？好了啊，那个。你这边要停到位置哎。不会。嗯。笨手在这里等。好，来把它装进去，然后我们的还有两个玻璃纸就可以支动。我来帮你。哈哈哈哈哈。好，开。来，开，请坐，请坐。有新的就可以这样。停！你们吓！好，不要把人家吓一跳。加州，他以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加州，哎，我们想跟你拍张照。好，对对对对。好，好，谢谢，好好好，回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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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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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坐这里，这里。那你可以拿给我们椅子吗？可以啊，你要我两边都可以吃。其实你可以跟他们吃没关系。OK， 我们在这边远，我们远远看着你就可以了。那工作人员就安排他们。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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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有西餐跟面对大厅。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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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谢谢明义哥，谢谢，谢谢，谢谢。明义哥在忙啊，所以我们就请明义哥不要跟我们吃饭，因为他可能会浪费很多跟他开会时间。对对，我们在那边等他吃完饭，我们再来问他。明星走，明星走，明哥，办正事，拍谁？谢明哥，这个希望你们中午共餐愉快。你吃饭结束了对不对？对，我吃了。OK，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人，他在完成任务当中呢，他有坐下来的，这是抢到现金的一个事。那待会请你帮我们这张签张名，签个名好不好？好。好，那但是呢，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请问严重了。你今年大概几岁？请问你们现在要干嘛？请问严重了？你今年大概几岁？40到50之间。是属什么？羊。我们来看一下，好，来，56年至9月18号，确实属羊。好，那我们护送陈明义大哥一起出去好了，好不好？来来来来，有这个窗户吗？有有有有有有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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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送电钟吗？等一下就会断电，你要看到断电钟，断电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洗外墙了。洗外墙，哎，现在呢，把水打开，来，我来冲。哇，你有看过那么大只的雨刷吗？超大只的，这个沾肥皂，这个用刷的。不要这么强，机车还有也要打。下面这样子，对，好。
乱冲。Hello。OK。OK， 你先说，你先说电话，你先讲电话。OK。同学，你怎么称呼？唐唐是不是？我可以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吗？服饰业。服饰业。所以你离开学校很久了。对啊。还在念书。好 ，OK。我现在问你现在要干嘛，你就说你现在要去做的事情，还有要去的地方。我们决定，要吗？我们决定。我们决定要乱入你的生活，请问现在要干嘛？我想要去上课。上到几点？一节课吗？上到三点。Yes！ 等一下，先让我们知道一下你开心的点在哪里。不是，我跟你们讲，上课一定要坐下来啊，而且要送美。不是，我现在都在想到他的年龄层的，跟他的生肖。想想，那间部是没有年龄层的。虽然你也可以去上社区大学，你知道吗？有这么老的吗？yes， 就。OK， 那请问一下，你是在哪个学校？福大。那我们跟你去上课可以吗？可以吗？来，先我们先去，然后再问老师，好不好？好。Let's go， 辅仁大学。我们来了，走吧。来，走。要洗得那么累啊，会不会想说先坐一下，或者是靠着洗啊，或者不会啊？不会，他不会累，对不对？坐下去是我们为我们的旅客呢，是坐的比较舒服。哦，所以你们在从事这也是要坐，把它坐完。从事这工作也都不会坐就对了。对啊，他们去火车站，有时候他们自己下班去火车站，或者看在铁轨上有火车经过，看着很亮的时候，我们。的话，他们都有成就感，都很有成就。那个就是我们洗的，所以你今天洗的记得哦，把车号记起来。火车开出去，那一张就是你们洗的多有成就感。真的，今天洗火车这个部分，他们算洗完了吗？这一班洗完了，洗完了。今天不会再洗了哈，不会再洗了。非常好，我们为我们这个铁道的这个清洁师傅啊，立鞠躬，鞠。谢谢。洗火车洗到手软的蓝队，紧接着问到要回公司做动画影片的年轻人，大伙士气大振，充满了希望。和汉妹妹重返校园的红队，果然如愿的达成了目标。但这位妹妹会是他们要找的那个她吗？咱们赶紧来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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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下课。啊，下课。谢老师，来，开灯。哦，这样子，快上去！快！马克思主义了。谢谢你了。OK， 我们先 check 一下好不好？是。刚刚你在上课嘛，对不对？上课势必要坐在椅子上嘛，对不对？对啊。符合我们的要求。符合我们第一个要求。完成。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想先请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啊？那你是属马？算错了，对，我怎么算都对。羊马。哦，你姓齐哎，好酷哦。79年9月校，哦，你又是处女座的。对啊。好了，那我们已经获得了第二个，也是马年的朋友。好，一月份搞定。那你是不是要离开这栋大楼了？是不是？那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好了。那家笔要还给你。好，红队目前两个了，两组了。OK，Let's go， 走，继续。运势超旺的红队，紧接着又问到了要去买衣服的同学，可惜最后还是无法达成目标。而准备进行动画主题验的蓝队，能否再次作战，将比数拉近呢？快乐皮第六赛。好，这位。这可能是我们啊。真的。这只鸟是我哎。真的。你的手现在伸长，你的手伸长。他脚抬超高，你看他碰我的头了。不要。他碰你的头了。嘴巴打不开的，对。这个恐龙好灵活。一二三，来，你打下去。好，我要上去。恐龙还可以下去。
舒服。嗯。好。好新鲜的体验。真的真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刚才那两位动作演员，对，因为我们接下来也要进行我们实际上拍摄的工作，是，所以在体验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就等他们进来。看可以帮什么？看我们可以帮什么？我们再帮他们，好不好？如果有一些 sexy 的角色，或者是有些 sexy 的动作，我会跟导演建议，我相信可以，看我适合你们的戏份。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可以看着我。哎，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以打扰一下吗？好，我们是。你们好，你们好。那我们是为这种舞台冠军任务。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说，我们问你要做什么，就是说你正要去做什么事情就好了。好。现在当下。OK OK OK。我们即将乱入你们的生活，请问现在要干嘛？请问你现在要干嘛？谢谢。我们即将踏入你们的生活，请问现在要干嘛？练车。练什么车？练越野车。那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可以呀，欢迎来。走这边吗？对，应该是走越野了。好好，那我们一起走过去吧。好，走。这边请。所以现在一开始你们要有那个专业的，对，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拍整个正片这些，对，因为今天有一些比较好，那我们在旁边看一下，我先看一下，你们观摩。准备，Action。好，离开，一走，进走，对，好 ，OK。你要往哪看？我们试试看，如果你的动作跟得上，然后你的武打你 OK 啦，抓出来的动作可以了。这个是被打，这个没有被打。他应该是演主角吧？啊，对。比赛有什么特技的，能做就做 ，OK 啊，好不好？那做完之后呢，我们自己再来量力而为。我到底这越野摩托车，这叫越野摩托车嘛？没，越野摩托车怎么骑呢？康林顺 ，Let's go， 康林顺，越野电动车示范赛开始。速度最快有到多少啊？其实它不是在速度，它是加速快，加速很快，瞬间的爆发，升升升，对不对？全子几岁啊？11岁，11岁。哇，那你这样子骑摩托车是爸爸要你骑的，还是你自己愿意的？还是被逼的？兴趣吗？兴趣吗？兴趣。你喜欢吗？我们已经看完了，看完了，就差不多是安尼啦。你讲，彦君现在要做出他人生最大的抉择啦。对啦，好不好？有摩托车在，好不好？就这台好不好？那一台你不行啦，这一台跟这一台，你在我面前叫我骑这一台，你夸我无哟？你夸你无，你夸你这无。因为哈，放在小台的话，因为是它马力
其实不会比这种差，因为它是缩小版的工厂车，所以你骑起来如果骑得很顺的话，再骑车会更顺。教练，这个是首先的人要打卡，对，首先要发动是不是就是蛮困难？其实不会呢，发动很容易的，你脚要够粗就可以了。可以帮我拿吗？而且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是它的刹车在脚上，对，它是右脚，刚有听到。你现在打的是前刹车，前刹车，下面是脚刹车，哇，这好不习惯呢。是，这离合器，所以要同时按跟同时踩才会有刹车的效果。现在你已经开始骑的话，不能骑按前刹车，对，按前刹制动性很高，所以很容易翘起来。对对对，它用脚为，当然你有这种技术，我明白。他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这种技术。不要，我看你这车弄得很漂亮，我不敢这样骑。那我试试看好了，好不好？我挑战自己 ，OK， 好不好？点点，安全帽，安全帽借我一下，好不好？因为可能我待会就咻咻就很快啊。看，等一下啊，压紧，哎呀，油门一定要踩下去，好，踩下去，慢慢走，慢慢，慢慢，慢慢。我跟你讲，感觉怎么样？我跟你讲，我们刚刚在那边看啊，跟自己骑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看只是觉得说哇很帅这样跑，哎，你这骑上去的时候，我说更帅。我跟你讲，很帅，全程的那种全身的感受。对，你从这大腿开始麻麻麻麻，全身麻，还在想那个麻，你连你的手都会麻。你等一下就。你等一下会在毛球旁边，所以你会扁毛球，推它，然后把手机拿来，然后把手机关掉。拿手机的位置要重抓，你手要伸回来。哦。对，因为你的手的位置要对正，拉回来。好，三二 ，Action！ 好，你看。拉来了。好。感谢，我不知道原来动画那么繁琐，我们看了一秒钟、两秒钟，原来要弄一个下午。我觉得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这个动画电影也是非常杰出，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那谢谢， okay， 那我们就感谢，我们还有其他任务。OK， 好吧，感谢，辛苦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坐椅子、桌子。床，结果东博，首先请问一下赖老师，你是属什么？我属蛇。蛇？又有？哭了，我又哭了。当兵的，哦，当兵的。弟弟属猴。猴又有？有。猴没有，你干嘛拍？那你干嘛那么惊讶？没有猴啊。没有。我说猴，我没有猴，你干嘛拍？但是我们今天学到什么叫做越野车，我们这里跟大家来教育一下，如果没有真的好好练过的话，真的不要乱骑。好了，我们这边谢谢赖老师。好，我们要继续执行我们的任务了。好 ，OK， 谢谢老师，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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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Hello，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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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我靠边吗？可以帮我靠边吗？快快快！我们即将乱入你们的生活，请问现在要干嘛？你们要去的地方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练唱。练什么唱？骑摩托车练唱。我们要去唱歌。不唱团吗？我们是一个阿卡贝拉团，然后我们要去找一个老师修我们唱歌。阿卡贝拉，到处都是声音的那种。阿卡贝拉就是很多声部那种，对不对？哦，能几倍？那我们可以跟你们去吗？阿卡贝拉的。我们可能要问一下那个老师，要教你。你帮我问一下老师，看可不可以，好不好？好，可以吗？在哪里？可以吗？可以。在三重那边。三重那边，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是啊。那你等我们好不好？那我们把车开过来，跟着你走，好不好 ？OK， 那请我上车。好，我跟你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我们今天任务就是要找。这些人，那先请问一下你什么姓？你是什么生肖？我属龙。哇塞！哦，还真的没有。那你呢？老哥，有了，有。你有证件吗？你还是上面有十五啊？上面有年份哈，它是75的，对，75属虎的。这边有75的啊。
七五的，对到了。对耶。OK， 后面都要打马赛克。加油。OK， 大家拍个照。那我们真的是稍微有点赶时间，因为对方还有那个嫁祸卡，是不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今天在这边任务完成了，支持台湾的动画电影。OK， 加油，走。等一下，我们有点距离，不要吓到人，不要吓到人，你们太亮了。先生，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大哥，请问贵姓？我姓吴。我们是冠军任务，你有看过吗？有。请问你，请问你，现在要干嘛？谢谢。谢谢。贵姓？我姓吴。我们是冠军人物，你有看过吗？有。请问你，请问你现在要干嘛？吃饭。吃饭！就你们，赶快去吃哦。谢谢。谢谢。那我们给他接，那你电话给他。严老师，那我们在旁边先看一下好了，好，先看看他们表演好了。遇到同学他们来练，没有，我想说如果我们直接进入这种高阶段的话实在是不太可能，虽然我们也是出过唱片的啊，是哦，销量其实也 OK 的哈，但是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啊，大概从民国笑不笑，大概从民国就廖天地的时代到现在，民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们来学最简单的，我刚看最左边的朋友他比较简单，他就可是那个 B-box 其实基本上的 B-box 元素很像，对，只是因为他们我们在人声乐团里面叫做 vocal percussion， 那 vocal percussion 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辅佐整个音乐，让音乐变得更丰富。哦，所以这样，所以那个是很重要。所以经常那个团体里面经常会发现那个害虫声。对对对。那可不可以以不要影响他们的上课为原则，用一个机会是，然后我们可能来个简单的之类的。OK， 所以。搞不好其实可以用刚刚那首歌，但是我们就截取一小个片段。哦，好啊，好，林强大哥的歌啦。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站他们后面吗？好啊，好不好？来来来，我们站他们后面好了。真的？哎，不是第一次来吗？要不要跟我们合照一下啦？哦，好啊，合照一下，合照一下。那我们合照一下可以吗？一、二、三。耶，张学友，谢谢。平常我们就吃的比较简单一点，真的啦，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餐了，吃的稍微简单一点。那既然那么简单的一餐呢，我们今天就招待你们吃，对，因为我们节目的惯例就是这样，简单吃，简单吃，天下就尽量吃，好吧？但是这四盘啊，四大天王，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解释，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从哪里开始吃吗？像这盘，这是生鱼片，然后还有这个一整条鱼。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四人套餐的部分，它就是红干，我们四人套餐的部分。那我们主打就是这只活鱼，活鱼。那我们鱼肉的部分，鱼色的话就是沙西姆。那在旁边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下锅啊，下锅煮。那鱼色的部分的话，跟鱼头的部分我们可以舒炸。什么啦？鱼尾跟鱼头可以再舒炸？对，等于是一鱼多吃。三吃。对。哦，那门口那边有贴一个说拍照就可以送四个，那个是哪一个？就是这个。哇塞，我的天哪，跟每一个那个生蚝跟船一样。吴先生，吴先生。简单吃，简单吃哈，开动，耶！招待不周，谢谢，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先吃一下生鱼片，啊，新鲜。这个也是生鱼片汁法吗？哇，好新鲜哦！
它的肉也有那种霜酱那种，那种冰霜那种脆脆的感觉。怎么样？怎么样？销魂吗？张学友讲口感，爽脆弹牙。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罗汉石？细致，细致柔嫩。艺人朋友，请出列。solo 吧，换我们 solo 了，加油，好不好？加油，红队加油！有志气！一二三，升！生肖符合，我们有这些生肖，请问一下，你属什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要找到坐下来的人，好，坐下椅子、桌子或是床的人，但是呢要跟生肖符合，我们有这些生肖，请问一下，你属什么？老鼠。属老鼠。太好了，你是什么字？61年次属老鼠，好，61年次，61正中，我们会把那个打马赛，对，会把你的字要打马赛。太太呢？属什么？属牛。62，差一岁，哇，61、62差一岁，我们恩爱哦，耶，谢谢你们，小姐，我们是那个冠军任务会收文台，你有看过吗？有看过，对不对？请问一下，小姐你贵姓？刘，刘小姐，姓刘，刘小姐。那你看过我们节目啊？因为现在时间非常的急了，马上乱入你们的生活。各位，全部一起来，请问你们现在要干嘛？现在干嘛？我要去逛街呢。逛街？在哪里逛街？哪里？三重那边。三重的三和夜市，那我们就跟在你们的后面，看你们干嘛我们就干嘛，可以吗？走啊，走啊，走，谢谢，走，好，三和夜市，那我们就在门口等，好不好？好，赶快上车，赶快上车，好。上到快要扫瞎的红队，好不容易盯到了休息时间，居然还是没有半个人坐到椅子，恐怖啊！恐怖到了极点啊！都几点了，还找不到坐椅子的人，等一下你们就完蛋喽！既然大家表现那么好，我想说我们可以换一首歌，稍微进阶一点点的歌曲。好，然后我们来试试看会不会哇，好玩一点，好玩一点。好的。
无聊，可以听歌哎。张学友在后面。我点歌，点歌，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伤心的理由。真的吗？对啦。张学友陪你们逛街。张学友在哪里？没有，没有听了。要买车吗？哇！天到了！哦，这里都是哎，人家才跨过来一步而已，你就逼了。他们呢？他们呢？他们想在前面走啦。那我们还是要礼貌礼貌跟人家讲讲一下。那郭彦均追。郭彦均啊！谢谢啊！谢谢谢谢，我们的游戏结束了。为什么你要麦克风啊？数到三，我们一起照板子秀出来，好不好？我们要看到你的板子。一、二、三、两、两个，还有两个，两个，两组，我们三组，三组，怎么样？属鼠、属牛、属虎的，你们几组？三组，耶！剩下的三组是不是？嫁祸开，好，你们。我们的部分对完了，你们对一下看有没有错，因为我们这边是三组，他们是两组。对，我们一人200，不要嫌少，因为这就只有200了。谢谢大家，没关系，算了，就好。大家交朋友了，大家交朋友，来，你们再拿去一人分50吧。可以啊。刚大家对音乐都有一定的素养，是啊，我们现在来考你们对，阿哥贝拉，阿哥贝拉，我们来考你们对声音的敏感度。OK， 那等一下前面有四杯苦茶，我等一下会各敲一下，你要记住他的声音，然后等一下我们蒙眼以后，我再敲一次，你们就选择你们要的东西就好。安静的听清楚哦，这杯的声音。这一杯大家最想要的，他的声音大家听好。记得你想喝的那一杯声音就好。对，好，请大家把眼罩用下来。香港加油！蒙眼睛啊。那接下来敲了这个声音，你觉得你要这一杯，你就举手。好。要这一杯就举手。没有哦，那我先敲下一杯哦。我先讲一下现在的状况，四个人都举手，那谁快谁快？其实没有什么快的，按照演艺圈的年纪来说，好，好不好？那是你们报恩的时候了。好，你们都无条件的支持。太好啦 ，OK， 没问题。我工作人员先请你到就定位哈。应该的，应该的。只剩三杯了，剩三杯，好 ，OK。来，我听一下哦，要这杯的举手。很恐怖哎。一、二、三。燕君最快，好，现在燕君就定位，很厉害，走啊，好，就定位，好，倒数一二三，一二三，再把眼罩拿掉哈，好，一二三，来，请把你眼前容器里面的东西给解决，什么东西啊？来，朋友慢慢的享用哈。我已经快要3个月没有来上你们节目了，你要好意思搞垮？我下次再来，但是6个月以后啦。哎，你好厉害，你喝2杯了。如果是你的话，我就会冲过来帮他喝掉。我不是你啊，我不是你啊，我的月酒。我喝完了，帮忙了，帮老人家挡酒的感觉。叫你中一枪。老人家不能这样操了，我帮他喝2杯。快点喝啦！回家。快啦，进来啦。我想回家了啦。我也想回家。我想回家。我好久没回家了。喂，他说讲，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再把门关起来。还有3杯啦，因为门是用拉的。大丈夫说到做到，我们改推的好不好？我们尽力帮你喝很多了，洪哥加油！
慢慢喝。他们是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这是纯的。好了，喝完了啦，这没了啦。